实际测量一下，在暴力模式下它能续航多久。暴力风扇刚充满电，咱们测一下它能续航多久。大家看监控上的时间啊，7分17秒开始的，我只是快进了，没有减期啊。厂家给出的数据是一档可以续航4个小时，二档呢续航20到30分钟，三档就是最高档，咱们现在测的就是三档，可以续航10到15分钟。咱们实际测量一下它到底能续航多久。像我平时焊接线鼻子啥的，用它来散热的话，用二档就足够了，三档的话这个风力太猛了，容易把东西吹跑。大家看，马上停了，到17分钟20秒正好停，正好是10分钟0几秒，就算10分钟吧。摸着这个电池是有温度的，有点热的，因为它这个电流比较大嘛。咱们再开机，它是没电之后它自动会先闪烁然后再关机，这时候它还能再吹啊，但是已经是没电了。内部是两节21700的电池，它也是在续航和体积之间做了个平衡啊。用18650的话体积会更小，但是续航的话肯定会不如这个。电池太大的话也不行啊，它主打便携，太大的话你装口袋里就比较费劲了，不便携了。